出现了我的永明老师。你认出他来吗？认出来了。他现在应该是在后台。对，后面还有更多惊喜的这个节目要带给大家的。对，其实说到粤语，很多人可能会有疑惑，说为什么我要唱粤语歌。我其实小的时候粤语不是很好，反而是到了国外了之后，我的粤语才变好了，对不对？国外，对，其实有的。对对，因为有对他的发音也是那个时候变好的。对，因为我其实就是因为有一个女孩叫小苹果，知道是谁吗？知道。也不会说外语，所以我们只能用粤语交流，就是这么简单的一件事情。然后呢，而且我也很喜欢唱粤语歌。OK， 好，那接下来，其实我想说，大家有没有看过一档节目叫做《越跳越美丽》？活力感染力十足，乐观开朗，幽默风趣，才华横溢，率真坦诚，正能量满满，最重要的是最后一句，闪耀夺目的舞台小炸弹，孟佳。到现在也是快20年的时间了，对，我们之间就没有什么可以说的哈。谢谢你过来看我的演唱会。没什么可以说的，我听见了。那接下来呢？右二的这位同学是黄欣雅同学。哦，对，又可被机灵了一下，我笑死了。对，是一个也是对音乐非常有执着的一个女孩，到现在都在很刻苦的学音乐。怎么办？我好贱呀！我又磕到了。乐器什么全部都是她自己从后面学的。我好贱！我们这越磕越开心。那就说完回头越磕越开心，我受不了了。接着到谁呢？这是谁 ？Who are you？刘星，我的刘总监，集才华、美貌、智慧为一身，又帅气性感的摇滚女主唱，大家没有想到被我放出她的这张照片来。咋还有他俩呢？这居然是刘星，我的天！对，然后他刘星也是真的是，每次在我低谷的时候啊，就是拉我先介绍，然后我还是磕到了，特别像，我好贱呀！你的大公主一样，就像我。一直都很照顾，然后只要我有困难，他也是二话不说立马就答应了。刚刚大家听到的那一首 Take the Pose， 你看不熟的人都是这样的，要说一些客套话。孟佳就没有什么好说的。哎，好，那接下来剩的这个时间线啊，我们来到是谁呢？欢迎我亲爱的柳岩姐。柳岩姐，其实我们是从也不是，应该不是从《如果爱》开始认识的吧？越跳越美丽，对不对？是，其实我们那个时候也是越跳越美丽。然后姐那个时候还发了一首单曲，叫做《孙尚香》。啊，我唱一下。我很想把话筒递给柳岩姐，不要为难人家，好不好？好 ，OK。我想跟那个栏杆拼了，我跟那个栏杆拼了。好，那接下来呢，再到下一位我的家人是谁呢？耶，你再给我用家人这个词试试看。我跟你说，孙小孙坚他是今天特意飞过来的，本来他以为他今天来不了，然后因为我跟他说我看演唱会你能不能来，他说
说不知道，要等等。然后他也把他所有的 schedule 发给我看了，他说我可能真的来不了。然后我说你确定吗？我还是很希望你能够来到现场。然后他跟我说，我再努力一下。直到昨天晚上还是前天晚上的半夜，他给我发了一个字，去黄陵。我瞬间巨感动，我就觉得黄陵那个，就是不用说那么多，就一直在做事儿的一个、反正就是也是像我家人的一个朋友，就是每次我，你哭了吗？没有，因为我看突然孟佳笑了，我以为你。哎呦，还在看孟佳。我不煽情，我觉得今天来，希望大家我的朋友们来这里就是很开心的，我们一起玩。好，那顺着这个时间线来往下走。哎，刘伟，今天的这个 party 怎么能少得我们 party 小王子刘伟同学呢？那个红的棍是什么东西？哎呀，对，我也想从哪搞出来的一个这。哇哦，他们不会等我拉横幅吧？那看起来是个拐杖。没有，他是来什么的？哦，哇，你不停了是不是？有可能。好，你可以停了，因为后面还有你的主场。Hello， 什么谁主场？不能吧？好，那接下来不允许。没有别人的。曹璐啊，在哪儿？然后也是一个很努力的演员，欢迎他，谢谢你能来。最后是我的大碗姐妹花。哇！哎，有红福，有红福。姑奶奶。我读前面哈，海南一枝花，迷倒你我他，这个梗是什么？哎呦我的妈呀！一口嗓门好大，哇！哇！好，我好该死！ Okay, 我又磕到了。接下来往下走，担担面李思睿，摄像大哥往边上稍稍呗。好，没有表现了是吧？再往下走，野驴服假面沈梦辰，挡着了，挡着了。OK， 结束了，好，因为今天那个酸汤面和饼子夹凉面今天请假，不准假。但是我相信他们与我们心同在啊。还有可唯，还有可唯。郁可唯可能郁可唯没化妆。郁可唯，还有郁可唯，郁可唯，没有郁可唯。哎呀好萌啊，你居然没有念。我念了，只是镜头没给到是不是？当我看回去还看回放，不然我真的我要跟我姐妹们下跪了。对，我跟你们说，他跟他们几个人在一起，永远都是。其实我平时不是话很多，但跟熟的人我其实是话蛮多的一个人。但是跟他们在一起，哇！我跟你讲，我都没地方说话，没有时间说话，全是他们几个在叽叽喳喳，叽叽喳喳，好吵。太好，你三个都喜欢了哈。好，今天到场的还有很多好朋友，有温柔美丽的珍姐、王珍姐姐。哇！笔记大家听过吗？听过。王珍姐姐写的。还有Hello Mustafa 的作词人裴玉。哇！还有非常年轻的音乐人 Jack， 还有 Selina。安啾好朋友，还有阿紫啊，都来到现场了。所以我不知道你们现在坐在哪里了，感谢你们能够来到现场看我的演出。
今天所有的亲人朋友们和粉丝朋友们其实是陪伴了我一路走到现在，我觉得这真的是我的福气，最大的福气，所以接下来这首有福气送给你们。